仗金枪，连木举草守边疆，一片丹心服社稷，扭转汉室新家邦。战人知国亮，闻得战火要攻打夹门关，必须派一能将前去迎敌。张主听令，哎，传令下去，那位将军取之郎中，调回三将军大战张阿虎。得令，令得去。下面听车。军师有令，那位将军远去郎中，调回三将军大战张阿虎。慢得住，何人足令？黄阿忠，随领进得帐来也。
Thank you.
参见二位老将军。罢了，婆子那则见过阵来，见过一阵，大败而回。吴用之将拜我头阵，推迟斩了。且慢，君家身败，孤枕长立，暂时与他将起，不敢老将军开恩。还不谢过黄老将军，多谢黄老将军。谢过严老将军，多谢严老将军。臣使过来，来，命你城楼之上高车红旗二面，上写黄忠严也，大则文明丧了胆。可令。张火草战，再一谈。小伙来了，你我回他一回，回他一回，带马，带马。衙门官，众将官，六杀好。身下寨，原来两国老匹夫，怎受某家一难？一派胡言，放马过来。
千战马阵，我将后山放火，两路夹攻，何愁此山不破？此计甚好，一同传令众将官，召集二营。宝山搬兵求救，一听探马一报，黄忠千山马阵在探，安好铁令在，攻打头阵得令。
后山失火，再探不好了。
军看什么？我胸膛往哪里去了？被那燕燕枪挑落马，我好有一个不好了。将军这边日何是好？将军不必惊慌，我有一叔父名叫夏侯渊，镇守定军山，我们到那里搬兵求救，就是死吧也要死在一块儿啊。嘿嘿，提调黄汉升，萧王刘封，奉了军师将令，提调黄老将军回营议事，军师们有暂行者放手好。
进家门关，准备陈身去东闯。黄老将军道：“有请，有请。”成功，可喜可贺。一来纸上鸿福，二来军师的妙算，末将火攻之有。马将军的护卫，哎呀，不敢呐、啊，不敢。啊，军师之过，孤王有意夺取定军山，但不知命何人前往。要夺定军山，非二将军不可。就请军师传令。得令，令得迟。有话坐下讲。老将军因何坐立？纸上龙椅要夺取定军山，我老二将军远路而回，此谋将一支人马十里之内申请下红元日帐啊。想那下红元非张火之辈想那张虎也是中原有名的上将，况且被谋杀的他卸甲丢盔望风而逃，何况那夏侯渊他难以用之福。好，你若胜得过夏侯渊，这军师大印负你执掌。你俩这么请不知夏侯渊愿受项上的人头，敢与山人击掌。哦，怎么击掌啊？好，请呢，且慢。大度是小，军情是大，老将军听了你在，命你夺取定军山。倘若十日之内斩了夏侯渊，孤王迎接十里之恩来。臣得令。想到是一员侯将，可惜他来了。哦
寻常为名天下将，不做中军帐压塞，不罢王侯，夏侯文渊奉了魏王之意，镇守定军山，也曾命人四路打探，未见火焰炮。王中逃战在这探案，众将官抬刀带马杀。Thank you.
再看不好，原来与野马带过，前打败仗，看守在阴方。近来他国先请陈世人押了下去，将军看什么？某侄儿往哪里去了？阵前未归，也听一报。夏侯尚白裙在这谈不好啊将军，何不休时一封，下至黄忠营盘，明日与他走马换将。好，待某休时。棋牌过来，来，命你将此书信下到黄忠营盘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后面备酒与将军押金。下诗人求见，传是。
随我进来。参见黄老将军。罢了，奉何人所差？奉夏侯将军所差，施信臣上。臣上来万相伺候。是。夏侯渊有施信到来，待老夫此看一观。下士人，下士人，伺候老将军。就是老夫休事不及，肇事行事。遵命。即可是夏侯渊这封诗信来的是将将的凑巧，约定老夫明日午时三刻与他走马换将，那时老夫先叫他放弛我国先行陈事，然后再放他直南夏侯上，老夫细修百步穿杨，一见将他直南射死他，必不甘休，必然领兵追我。那时老夫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之在旷野荒郊。齐关公当年脱刀之际，将他斩于马下。夏侯渊呐，小弱我子，你不来便罢，你若来时，定中老夫脱刀。知己也，这一封啊，是给
了。禀了，不曾看过某家的书信，朕闻书信而来，但不知哪家先放。自然是你家先放啊。某家若是先放，老将军若有二意呢？哼，老夫偌大年纪，岂肯失信于你呀？好，将陈师放了过去。多谢老将军。啊啊！老将军因何不放？因有不放之理。来，有，将他之男放了过去。啊！多谢将军。看见大一马。Ha ha ha!